今天的 vlog 内容就是我要参加李荣浩老师我的老大的演唱会，然后当嘉宾。我妈、我姐还有我的朋友们都来了，会是很开心的一天。妈妈，我总觉得你这个角度很奇怪。想当年我初中的时候也是听着老大的歌长大的。 然后小时候还追星，也算是就是梦想成真，和我的偶像都成为了好朋友，比如李荣浩，比如邓紫棋，还是有点幸福。 娜娜大家都知道她非常的这个叫什么？多才多艺哈，她除了这个大提琴呢，就是你看，娜娜的吉他来了，吉他比我还贵。装备非常齐全，弹的怎么样就不知道。主要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感谢我的老大李荣浩带我上这么大的一个场子，主要还在这么美丽的苏州。其实我们认识了有没有？对，三十多年了吧就。对，然后那我们今天就一起。 再弹上一首歌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好。伸出你们的双手，所有人，你们的声音在哪？听不见。 谢谢娜娜，谢谢。